你这个运作啊，不运作则已，运作你一定要运作的所以然，就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早点给他吃呢？你要看准，就说你那个早点他会吃，你不要做个满身大汗，然后过去说你做好早点，来我们一起来吃早点，对不对？对方说那个我不想吃，有煞风景。一加一大于二，一加一不大于二，再一次一加一不大于二，你就没有一加一的机会。人就很奇怪，就是那 emoji 的问题，所以没有把握的仗不打，是不是？也没有这么可怕，就夫妻之间也不是打仗，意思就是说不稳操胜算的事情不做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观察入微，好。甚至于早餐没有把握，可以做两样，是不是？这样他不喜欢吃，可以做另外一样。总而言之，我要讲的是要有弹性，要有弹性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做早餐他不喜欢吃，你那天就要煞风景，就两个人会弄得不高兴吗？你会怎么办？会怎么办？穷则变，变则通。是不是？最怕两个人没话说，所以刚好没赌对，煮麦片煮的他不喜欢吃，对不对？所以霎间就一转，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又有这么样的这样子什么美好时光 XYZ 的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等一下我们出去吃，你起来准备一下，这叫做穷则变，是不是？变则通，你要会善用，你这个通啊，你不善用，你就火了，对吧？哇，煮个半天你不吃，你那么大，两个人要吵一架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就是要借假修真，是不是？这个难题你怎么转呢？所以我们超马的每一位学员，你遇到了这个问题，遇到问题你还是要解决啊。遇到问题你就怎么，两个人原子弹爆发也不行吧，是不是？见招拆招，所以这个弹性的这种机制，就在你平常的智慧里。